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九段，借转变差别。请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也，诸佛子，应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尘数界转变差别。这一段呢，对于我们来说啊，非常重要。前面所说的是说明事实真相啊，这个时节因缘有善有恶，有染有净，我们知道一个概率了。但是最重要的呢，有没有办法转变啊？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啊。像现前这个社会啊，许多人都意识到会有大灾难啊，很可能会发生第三次核子战争，所以有许多人在想有没有办法能化解啊，这个化解就是转变嘛。怎样能够转恶为善，转染为净啊？这个是许许多多人心里所希求的啊。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啊，确确实实是可以转变的啊，转变的真因在心呐，心要觉悟啊，你才能转变呐。心要不觉悟啊，就没有法子转变。小到自己一生的幸福啊，是改造命运呐。啊，大。整个世界，整个刹土啊，都可以有变化的。这个变化呢，还是前面总结里头所说的，悉以众生心想生啊。如果我们修行，真的把自己境界提升到明心见性，那所有一切迷惑苦难全都转过来了。这是我们不能不懂的，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是凡夫，要想觉悟，最好的方法是听经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众生讲经说法49年呐，以音声为佛事啊。在中国，啊，古时候孔老夫子也是以音声做佛事啊。我们在书籍里面看到啊，他有3000弟子啊。啊，这是说当时跟孔老夫子学习的啊，有3000人呐。
有特殊成就的72仙人，成就真正的德行、学问，以及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夫子一生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也是教学，世尊会下成就最殊胜的菩萨了。凡夫听经闻法修行，证到菩萨的果位，其次证到阿罗汉的。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不止72个。所以听经比什么都重要，听经是人生最大的福报，什么人没有福呢？一生呢没有闻到佛法，这个人没有福啊。无论他是怎么样的富贵，他一生没有闻到佛法，没有觉悟的机会。闻到佛法了，他有觉悟的机会啊。所以你要是有缘遇到了，你会真正的发心，一生锲而不舍。我做学生的时代，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如一日啊。李老师不管在什么地方讲经，我们是常随众啊。十年当中一堂课没缺啊，奠定修学的基础啊。学成之后，我们每天在讲台上，我们不敢说讲经啊，而是什么做心得报告。我把我所修学的，我的心得，我的感想向大家做报告啊。老师早年教导我们的学生，我们对于听众要有恭敬心啊。听众是什么人呢？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啊，都是我的长辈。我做学生的，我学了要向家长做报告，老师要我们用这种心态啊，降服自己的傲慢烦恼，我们依教奉行啊。所以我有一些这个经典，我自己提的字都是研习报告啊，不敢说是讲记啊。我都写研习报告，大方广佛华严经还是研习报告啊。把我自己修学的这个一点成绩心得奉献给大众啊，我真正呢体会到听经闻法的真实利益。所以一生把这个当作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不管是哪一个法师居士大德讲经，如果跟我讲经时间不冲突，我一定去听。不但
我要向他学习，我还跟他结法缘，啊，到这个道场听经，啊，我会礼佛三拜啊，法师身坐啊，我也向法师顶礼三拜啊，我这个三拜是有愿的，啊，第一拜，我跟法师结缘，第二拜呀，我跟道场常住大众结缘，第三拜呀，我跟这个道场所有的信徒结缘，法缘才殊胜呐！啊，你没有这个心，你哪来的法缘呢？啊，所以很多人都说我的法缘很好。啊，我自己也有感觉，法缘怎么来的？老师教的呀。念念与一切众生皆法缘，自己要养成谦虚，啊，卑下，啊，我们要把别人捧在上啊，自己要谦虚啊。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我们看看每一位善知识都是赞叹别人，谦虚自己，我们应当要知道学习啊，啊，然后才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啊。所以改造自己命运最重要的是听闻正法。你们看看袁了凡先生啊，他是怎么样把命运转过来呢？听云谷禅师一番开示啊，他觉悟了啊。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说啊，我们一生当中什么都可以放下，什么都可以不要放在不放在心上，只有一桩事情，文法啊，读经。我不能一天不读经啊，我修学有了一点成就了，我不能够一天不做学习报告啊。我做学习报告是报恩呐，上报四重恩呐，下济三途苦啊，我就用这个方法了。所以讲经啊，这些年来我也遇到不少感应的事情啊，从一些灵媒啊，一些其他的这个管道透出来的讯息，九法界的众生都在听无量寿经，都在听华严经啊。我听到这些讯息，我感觉到我的责任更重了啊。有许许多多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众生都在听啊，自己行持啊，更要检点古人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要说是我们言语动作，我们起心动念，人不知道，鬼神知道啊，鬼神知道，佛菩萨也能不知道呢？啊，所以人决定不能欺人，更不能欺骗自己啊，没有机缘遇到佛法，那就难说了，那不能怪他了。有机会遇到佛法，如果把佛这个文法轻易放过，这是自己一生当中最大的损失。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道场，
经营的不如法。什么原因呢？不懂佛法之故啊。为什么古时候祖师大德们的道场那么样的兴旺？现在有做义工的，古时候也有啊。古时候做义工最多的两种人，一种是读书人，因为古时候没有学校，没有图书馆，要找书籍很不容易啊。到哪里去找了？寺庙，寺庙有藏经楼，藏经楼就是现在所讲的图书馆，它里面收藏的丰富啊。念书人想要什么样的资料，藏经楼里头都可以找到。而且那个时候对出家人，事法事件法他都通达了。年轻的读书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找法师给他讲解。中国事件法的时候诸子百家出家人都懂啊，都能教你啊。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伟人年轻的时候做穷秀才都在寺庙里面念书。那在寺庙一面念书一面要工作做义工啊。常住分配他一些工作。那么还有一种义工呢，叫讨经单的，专门来听经的。寺庙里面讲经天天讲啊，寺庙是住都建立在深山呢，你天天去的时候那很累啊，路很远的不好走啊，所以听经说住到寺庙叫讨经单，等于说报名啊，寺庙就同意你啊，分配你这个疗房啊，就是宿舍，你住在寺庙里头啊，寺庙的时候也会分配一些工作给你做啊，这个是寺庙里头标准的义工啊。他们能做得好，天天听经，天天闻法啊，有疑惑向出家人请教啊。他们虽然是短时期的，但是住在寺庙里面，这个生活起居一切活动跟出家人呢完全相同啊。不同的地方呢只有在松戒，半月半月松戒，这个在家居士不参加，除这个之外都一样啊，平等的。那我们现在晓得许多道场出了问题了，什么原因呢？不听经之故啊。现在很遗憾的是许许多道场没有讲经的，真难怪呀。凡是有讲经的机会一定要抓住那我们决定不能够空过现在方便如果这个道场非常兴旺，香火挺盛这个参拜的人很多，工作很繁忙那怎么样呢？现在可以用闭路电视使工作人员都有机缘听经现在这个科学工具给现在人带来了方便这是现在人真正的福报但是如果用这些工具去看一般娱乐的节目，那你就错了，你被世间呢污染了每一天在电视里熏
给这个电视节目来学习，啊，不如学习佛法来得好。佛法要长期熏修，你才会有进步，啊，你才能真正改造你的命运。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啊，那个求是要如理如法的求，就有感应。那理你也不懂，法也不懂，你求就不会有感应，啊，你就求不到啊！你懂得经论的道理，懂得了这个求愿的方法，哪有不感应的呢？所以转变在智慧，烦恼轻，智慧长啊，这是转变的真因呐。那么前面长行这一段说明这个转变差别，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转变差别呢有两种，一种是专讲世界的沉住坏空，啊，这一个大劫里头四个中劫，啊，这四个中劫呢就是沉住坏空。这是转变的，这个就插图来说的。第二个意思，专门说住界里头啊，尘住坏空啊，这四个界里头只有一个界，住界。住劫这里头有众生呢在里面居住啊，住劫里面呢那个居住的人，居住在这个刹土里面的人，他们心行善恶，能使缘境转变，那么由此可知，世界转变确实是众生的心行啊，众生心行是转变的因素。把恶转成善，把然转成净，或者是把净转成然，把善转成恶，都在众生的心行啊。啊，其次，那就是佛菩萨。佛菩萨呢，应化在这个世间。起了作用了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唤醒众生，众生迷惑颠倒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然，什么是净啊？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乃至于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佛菩萨来教他，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啊。
这个是神圣的教育啊，佛菩萨的教育啊。我从学佛，我学佛与这个因缘跟一般人不一样。我跟老师学哲学，老师在最后一个单元把佛经介绍给我，讲佛经哲学。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是这样入佛门来的，所以我入佛门不是迷信啊！我知道啊，经典是大学问，我是为求学进来的啊，所以一生50年了，天天在学习啊！你们今天看到我这个样子，50年累积下来的这点成绩啊！成绩在哪里呢？成绩在面孔上，成绩在身体上。所以我常常给年轻的同学们说，要真干。这个里头不能做假的，做假的什么呢？你这个形象做不了假吗？你的气质做不了假吗？你没有办法装吗？中国古人讲啊，度数在变化气质啊，佛法里面虽然没有讲变化气质，佛法讲说转善为恶，转迷为悟，转染为净，转凡为圣，那个都在转变呢。这点讲那个跟你讲转变呢。菩萨在这个当中，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帮助世间人转变了。佛菩萨只有这个心愿啊，帮助众生决定没有条件的，决定没有代价的，无条件的为众生服务啊！稀有难得，这得人尊敬啊，这得人佩服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要效法的啊！我们真正讲报佛恩，只有依照佛菩萨的做法，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像世尊一样，做一个社会教育的义工。义务工作者对于一切众生直尽义务，不想权利，
没有权利啊。那么众生对出家人有供养啊，我们要不要收呢？早年老师都教导我们了，供养出自于自动的，出自于欢喜心，出自于如法的。什么叫如法呢？他供养的这个财物啊，叫净财，是他能力办得到的，多余的。如果这个供养他去借钱来供养，这个不如法，这个不能接受，这叫不敬财。为什么呢？他有负担啊，供养的这个财物不论多少啊，是论心啊，你的心真诚，心清净，如法的供养，功德很大了。不是说我供养的钱多功德就大，不是的啊。所以许许多多啊，这个修福的人啊，他有势力有权势啊，有财富，反而种不到福。哪些人种的真正福呢？穷人啊，他虽然供养的钱很少啊，一块两块甚至于几毛钱，功德是圆满的。我们懂这个道理啊，啊，我们对他恭敬呐，啊，那个有权有势的大官贵人、豪门贵族，啊，供养钱虽然多，他的那个真诚恭敬心不如贫穷人，啊，所以他得的福往往不如贫穷人供养的那个几毛几分钱，他不如，啊，这个道理。诸位啊，去看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头有一段这样的故事，啊，讲的这个修福，啊，一个是圆满的福，一个是一半的福，啊，你去看看，你去了解了，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是真话了，啊，决定不欺骗人。文法这个机会呀，难得啊！你要是把文法机会介绍给别人，果报的聪明智慧啊！如果有这个文法的机缘，你把它障碍了啊！你劝他不要听了，把他障碍了，带他到哪里去玩了？把他文法机缘断掉了，这什么果报呢？生生世世愚痴的果报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所以我们自己不能讲经没关系，我们介绍别人。哪个地方有讲经，介绍别人来听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除了讲堂讲经之外，讲堂并不大啊，容纳的人数有限，我们每一座讲经都录像，都做成光碟流通啊，这些光碟都是免费赠送的
有许许多多善行人，他们出钱出力啊，来做这个光碟流通，这叫法布施啊。他拿的钱出来做呢，财布施啊。啊，所以做这个好事情的人，他将来得的福报，聪明智慧。啊，得大富大贵呀、啊！他在念种这个因呢、啊。啊，如果他只知道做，哦，修福，将来我能够得富贵啊，得这个聪明。他自己如果不听，劝别人听，自己不肯听。得的果报啊，就不圆满呐、啊！会什么果报呢？我们世俗人常讲，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哎，他是很聪明，但是会做出糊涂事来。啊，糊涂事做出来之后，啊，再下一生。果报就不如意了，很难避免三途苦报啊！这个当中的转变变化很大，很复杂。我们不能不晓得。我们劝别人听经，自己一定要听。自己要对佛法没有相当的期许，没有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我怎么敢劝人？为什么呢？我信心不足啊！我能劝人，我真的得好处了，啊，真得利益了，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啊，我们可以说最难得的是这些因因果果，你清楚，你明了啊！啊，清楚明了，怎么会造恶因？不造恶因，怎么会感恶果？这就得自在了。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善因呢、啊、净因呢、啊、不但善而且清净啊，于事于人没有需求啊，啊，真正做到了啊，于人无增，于事无求，这是净因啊，你得的果报清净啊，纯粹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得的果报善啊！啊，所以真正修行，你得到的是净善的果报，修清净善因啊。最明显的果报，身体啊，我常讲的，不容易衰老，不会生病。烦恼轻，智慧长，健康长寿，这个人多幸福啊，多美满。人到中年之后啊，最大的福报啊，就是健康无病啊。福报再大，你一身都是病啊，躺在床上日夜三班护士照顾，享那种福你愿意吗？早年我在台湾
有一位护法，他的公公得这个老人痴呆症啊，家里头非常富有啊，日夜三班护士照顾，好像这样子十几年才走。我们看到了，他也曾经来问，问他公公这个因果，我们给他讲，他懂了。但是他一家人不相信呐，一家人兄弟姐妹很多，只有他一个学佛，其他人都不相信，活得很辛苦啊，这业报有没有办法化解呢？有，但是我们不能说，说了什么呢？这个和尚啊，不怀好意，又来骗钱了，反而叫他造更重的罪业。这种情形呢，一定要懂得布施。你看看你这个一年的医药费用多少？日夜三班护士。一般护士至少是两个人，六个护士日夜照，这六个护士一个月拿多少钱？把这些布施去做好事，有钱人家了，你拿去做好事，做好事会产生两个效果，一个就是什么呢？他寿命到了他就走了，不受这个病苦了。另外一种状况是，他还有寿命，寿命还没有到，他慢慢恢复健康，享受他的晚年。所以有钱人要准备一笔医药费，这个不是好事情。他就等待他晚年时候生病，为什么不把医药费捐出去呢？世间有很多穷苦的人，生病的人没有医药费，你就帮助他了。那有人说，那到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没有医药费怎么办呢？你把你的医药费布施出去了，你就不生病了吧。为什么不生病了？没有医药费了。我懂这个道理，我从学佛我就干这个事情。我很欢喜不是医药费啊，谁不生病啊？身体健康啊，去检查的时候一点毛病都没有。聪明人一定要把医药费布施掉，健康长寿有健康长寿的因，你要想得什么样的果报，你要修什么样的因性啊，转变啊。我不希望衰老，衰老的因是什么呢？谚语说得好，忧能使人老，你心里头的妄想分别执着很重，杂念很多，有忧虑有牵挂，这个是衰老的因素。那我知道这个因素，我把这个因素放下舍掉，
做到在这个世间安分守己，老老实实过日子，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心里头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长生欢喜心，哎，就不老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决定不要与人争，啊，常常要想到忍让啊。佛教我们修忍辱波罗蜜，得清净身呐。啊，不贪，不嗔。不吃，那果报当然殊胜了。啊，认真努力修学，到有一定的程度，死生自在啊！啊，你们诸位听到，我不是讲生死，死生自在。这个地方死了。那个地方就生了啊！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把握能去呢？心同佛啊，佛的心是什么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修这个心，心同佛，愿同佛。佛是什么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帮助众生断我修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帮助众生转凡为圣，愿同佛，行同佛，这是往生佛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啊！我这些条件通通具足，怎么说没有把握呢？把握因果嘛，我知道什么样的因是什么样的果报，什么样的果报是什么样因行感得的，我清楚，我明白吗？我修成佛之因啊，我得到的果当然是成佛之果啊，因果相应嘛。圣贤教化众生没有别的，就是转变啊，从哪里转变？因果转变。所以因果教育，圣贤的教育，神圣的教育啊，印光大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生当中特别提倡因果教育，它有大道理在啊。啊，人要不懂得因果教育，你怎么会能够听得懂经论里头的道理？因果教育是学佛的根基啊，所以印光大师，你看他从《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汇编》《暗示全书》，从这个地方帮助初学奠定根基啊，然后念佛求生净土。
这才能得生呐、啊。我们要懂啊，许许多多人疏忽了这一点，没有在这上下功夫啊，所以天天读经啊，念佛啊，诵经拜佛，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他的心愿解行跟佛不相应。古人讲啊，心念迷，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喊破喉咙也枉然，就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心散乱呢？不懂佛法，不明经义，经虽然天天诵啊，经里头什么意思不懂，他会念不懂意思，这个不行啊，诵经一定要解其意，不但要解意，佛常常在经上教导我们要深解意趣。你解得越深，你得的受用越大。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五十年的学习亲身体验到的证实祖师大德的教诲，真实不虚啊。最明显的，你们同学能够觉察得到啊，我在这个讲席上跟大家做报告，年年精进，有显著的不同啊！如果诸位细心观察，你会看到我月月精进都不一样啊！所以，为什么这么欢喜？这欢喜从哪来的？啊，欢喜绝对不是外来的。外缘跟诸位说，我通通放下了啊！你们给我这些供养，我收了啊！老师教的，收什么呢？你们是好心来种福田，我帮你们种啊！啊，我帮你们做好事啊！功德是你们的啊，我非常清楚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舍得干净啊，连这个身都是毕竟空不可得啊！世间人怕灾难，我不怕；世间人怕死，我不怕。随时随处，啊，不论什么这个死法，我都不惊不怖，我都欢喜接受。而且永远感恩戴德，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舍身死了，极乐世界就生了，早一天死早一天生嘛，好事不是坏事啊。那么这个身还留在这个世界，就是说还有一点事情要做，没有休息的啊！如果休息，那就得走了。本是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的啊，
他老人家讲经说法49年，不讲经了就走了。我的老师也视线给我看的，啊，他老人家讲经说法讲到97岁啊，不讲经了就走了。啊，他往生之前最后一次在讲台上讲华严经，2个星期。啊，2个星期不讲经走了。我跟诸位同学说，我是效法老师，追随老师，我要不讲经了就走了。啊，我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学佛。啊，先是自己学啊，自己修啊。啊，修学有一点心得呢，跟大家讲解，乐此不疲呀！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有选择的。啊，听众多也好，少也好，啊，我都欢喜讲。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常怀法师告诉我，香港人听经的这个意愿没有，啊，会来捧场。这法师头一天人会很多，啊，来凑热闹，最后圆满那天人会来，当中不一定会来，啊，这你心里要做个准备。我说没有关系，没有人呢，把这个座椅椅子摆好，我对椅子讲，啊，我到时候就讲，啊，我一天也不会漏掉的。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样才能够转变，把自己转变了，环境转变了，现在也帮助别人转变，帮助社会转变。好，现在时间到了。